黄帝不姓黄，为什么要叫黄帝呢？其实他本来是后来那个皇帝的那两个字，皇帝的本意是旭日东升般的我们民族的伟大的缔造者，但是后来这个缔造者多了，都叫皇帝，分不清楚啊，就把这些缔造者分了五个，对应着五行，青、红、黑、白、黄，把中央之地代表土地的那个缔造者写成黄颜色的黄，皇帝，另外还有青帝啊、白帝啊，所以炎黄的那个黄是这么来的。